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打算去一下多伦多那个水厂，我忘它全名叫什么。其实我们之前有去过一次，是在冬天去的，但是那时候特别冷，然后地上都是枯草，还没有变绿，所以当时就照了几张海的图片就回来了。你入境了？因为最近也有很多人去打卡嘛，今天中午有空了，然后再去一下，然后照几张照片，顺便穿一下新衣服。我这什么牌子来着？Marines S 什么玩意？哦，对，反正就那个他们家特别火的那个月亮 T， 然后是我男朋友送给我的，然后打算今天去穿一下。我们一会儿见吧，拜拜。不知道大家跟我们一样吗？就是每次去完超市都会买一堆饮料回来，乱七八糟的。最近特别喜欢喝这个，一个白桃味道的水，这个好好喝啊，我觉得。这里面有一点点乳酸菌的味道。这是一个气泡汁儿，是什么东西？反正一个饮料，气泡饮料，这是苹果的。这是青苹果的，反正都苹果味的。还有这个2020的限定款的，还有一个樱花的可乐，不知道咋样，买来看一看。我买了4瓶一共，这还有一个橘子味道的，2个5块钱，然后都买了4个。我觉得这个最好喝，一定要买它，就这个。小牛奶饮料，还有我的乳酸菌这边。好的。你们的博主成功的发烧了。本身正在剪片子的我发烧了，不知道为啥体温有点高。我的小姨说过，超过37.3度也别着急，先喝水，所以我打算先喝水。主播会不会一会儿水中毒啊？那不会，你这一下水中毒，人家一下得喝2升，你怎么可能喝得了2升？你个死鱼眼！但是5分钟之后，喝了1升水都，体温成功降到了36.7度，你的体温是变得玩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了一个 park 来逛一逛。今天天气不错，不像上次一样下雪了。太难了。上次真的下雪了，太难了。然后贼冷。This is so hard. 放开水，对吧？跟龙门阵的味道一样吗？龙门阵的汤好呀。对，它怎么放点泡椒它？
放了一些，还准备了一些配菜。好的，这个小猫咪自己把自己的脸玩脏了，你好脏啊！哎，你这小猫咪要洗澡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今天要陪男朋友去看一下车，因为我男朋友的车他要到期了，所以打算再买一辆新的。今天要去看一下，要去哪来着？去宝马和奥迪看一下。我今天没有化妆，就戴了个帽子和口罩，然后我的眉毛是纹的，很强烈建议大家去纹个眉毛，真的超级方便。多伦多已经开始堵车了，你看有多火。我们现在去试驾一下。我们俩现在试驾完了，打算一会儿去奥迪看一下，去奥迪再试驾一下，感觉还不错。今天520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几号呀？今天是5月23号，我们这边 HR， 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 HR 算是什么呀？奢侈品购物中心。啊，奢侈品购物中心开门，我们打算去看一下。今天我们打算去逛个街，看一看。我已经有2个月没有逛街了，2个多月了，差不多吧。我们终于来到了朝思暮想的 HR。看人好少，还没进去，不知道能不能进去。我俩刚刚找了半天没有找到门，以为他不开了，结果他说在哪里开来的？那边，就那边有一个好外婆。他说是一个正门，说只有那个门开。我要进去看一看。你可以看看你的小粗腿。我腿粗怎么了？看我的小粗腿。刚刚门口那边还有就是有洗手液和手套可以提供的，所以就可以拿。像你这种弄破了的，拿次安全祝福。人真的好少，多好！趁这个时候购物。一会儿我们去那个化妆品的时候去看看化妆品。哎，这个镜子，他穿了件西服。戴一个小耳钉，我的猪看上了一件衬衣，他想试一下。500块钱。还是这个，巴黎不脏。这也还可以。今天妆化的还不错，趁没有人看一下。戴口罩吧。哎。我刚刚买了一个妆前香缇卡的，然后但是它现在疫情期间它不能试，所以就盲选了一个最白的色，不知道会怎么样，回家看一下。我都是说让你选最黑的那个，没关系。你有毛病吧。人还可以，不是很多，但是那些就是品牌店呀、啊、比如迪奥啊、GUCCI什么的，还是要排队才能进去，而且进去之前必须要先消毒。我觉得这个抹茶的也好看，这个也好看，这个也好看，这个也好看。看不到我的。有什么？没事。我都录下来了。那你听。贼好看，这个面包。好像个奶茶呀，还有其他一些饮料包啊之类的。这是啥呀？是咖啡包。又是一袋满满的幸福。我们要吃饭啦。